你给我回来，回来，你哪也不许去，你往哪儿爬呀你？你给我回来，回来，听到没？妈妈不在家，让我看着你呢，你哪也不许去。够不着，你帮我一下，你帮我把门打开。哎呀，你快点帮我把门打开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，最后一次了啊。这个哄孩子睡觉啊，要有耐心。我那12个孩子都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带孩子这块我比你有经验。你看到没？不哭了吧？都一周大了，还没学会趴呢。来，今天狗哥教你，你的两个前腿用力，对，前腿用力。你注意看我手的位置，看我姿势，先抬起一只手来，往前走。对对，嘿嘿，哎呀，我都教的这么详细了，怎么就是学不会呢？你这孩子资质不行。来，我给你示范一下啊。来，你看我。你就像我这样爬，啊，看到没？那怎么可能学不会呢？哎呀，小宝贝睡醒了，no， 不哭啊！哎呀，哭，就知道哭。我之前就说过，养个狗就挺好了，非得找麻烦，生什么小孩？你离那护栏远点啊！你别扒着护栏，危险！你离这护栏远点，这不是小孩能玩的，知道吗？你怎么又扒呢？这不是小孩能玩的，撒手！你没看电视上报道好多因为这个东西出事了吗？啊！撒手，快撒手，起来上别处玩去，去，听话啊，我说不让你在这玩，你没听见？小心我揍你。